这个金牛奖能够让我们让把生意带到另外一个领域，就比如说有一天我们要上市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latform。我们需要在对的时间、对的那个市场做对的决定，那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谢谢你，先生，再度恭喜你一下，股票。